还没睡啊？侯爷，有什么事吗？因为法事的缘故，我娘的灵位需再次停放七七49日，等过后我就把灵位送回罗家去。对，你母亲的灵位不能放在罗家的祠堂。这样吧，若是你不介意，你母亲的灵位可以一直放在这里。真的可以吗？你是我夫人，有何不可？对了，我炖了汤，我让冬青端进来。好。前几日，征哥不知从哪个不长眼的下人那儿听到了什么邪祟传言，受了惊吓，晚上一直睡不踏实，一个劲儿的喊母亲。无妨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乖。征哥，怎么了？怎么哭鼻子了？我刚梦见爹娘不要我了，还让我一个人在外面，又冷又饿，都没有一个人理我。娘亲和爹爹怎么会不要你呢？你刚刚是做噩梦了，是个梦，是假的。来，挨着母亲睡，不害怕啊。躺下。来，真乖。乖。乖。一只鸡，扁，二会飞。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，七高八低的。